有一位王姓的夫妇呢，他们在1950年呢，随着这个国民政府呢，从大陆撤退到金门，然后再转到台湾来。那么当时他们在金门地方的时候呢，在路上遇到一位3岁迷路的小孩，在路旁哭泣。那么那个地方呢，还蛮荒凉的，没有什么人经过。当时他们在现场停留一段期间呢，等不到人来招领，所以就觉得呢很灵敏，这个小孩呢就把他收养起来了，那也过得很幸福。那么第二年呢，在1951年呢，某一天的晚上呢，就发生一件怪事了。这王先生呢，在睡梦中呢跳起来，坐得发呆呢，他太太呢也惊醒了，问王先生说什么事情呢？那王先生就说呢，我刚才做一个梦，梦到一个军官呢到我们家里来。他说呢，他在厦门国共作战的时候呢阵亡了。那么他的孩子呢安置在金门呢，幸好经过我们收留呢，保住他的骨肉。那他特地呢来道谢，并且说呢没有什么好报答的。只在呢他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2段双城街10巷25号有一位叫李之北这个家中呢，他寄放的一纸皮箱，里面呢有新的西装4套，美钞100元，银元30枚，请你们用杨某的名义呢前往取回，这位李之北的人呢会如数交给你，这是我对你们微薄礼物的一种感谢，你们一定要去拿。王先生呢还没有说完呢，王太太也很紧张，大喊说奇怪奇怪呢，他说呢我也跟你做同样的梦，完全一样。这个东西啊，各位，我们这个念力呢是不可思议啊，有些梦呢是很特别的。比如说我有一次呢我就到宜兰去关怀我一位莲友王姓的师姐啊，那他的爸爸呢是在以前是捕鱼人家，后来他爸爸，我知道他爸爸后来死掉的时候呢是癌症死掉，死在我们这个林口长庚医院。那我去他们宜兰老家送地藏经的时候呢，你看他爸爸还没有去投胎转世，也就是说呢他爸爸还在轨道飘忽不定，还在受苦。那他也知道我是谁，所以这个轨道众生很厉害我们讲说他有报通你不用跟他讲你叫什么名字，他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去他家诵经我们这王姓的师姐他就跟我，他的妈妈就跟我讲一个故事就王皇阿梅他最近才刚往生活100岁心地很善良。我们这王师姐的妈妈就跟我讲一个笑话，因为他先生后来死掉的时候呢，人都会有情执徘徊不去嘛。这个王皇阿梅这个老菩萨一个人在睡那个老家，那睡老家的时候，有时候半夜起来，他感觉那个马路旁边，因为他们家靠近马路旁边嘛，那有那个路灯嘛，他感觉窗户旁边有一个人站着。他一进去看窗户，他们一看他，因为他的镜子那个床铺的镜子是照着马路他就在那边看的时候，他正看到有一个人影子印在他的镜子上面，他吓一跳。当时他见到这个老人家的时候呢，他也忘记那是他先生。他讲这故事给我听的时候，我笑得不得了，我说你自己的老公都认不出来。你看那个莲池大师说七比沟里面就讲恩爱夫妻一比沟在世的时候是夫妻见识死了以后他变成鬼道众生你都认不得了。他大概是在受苦吧，他有求于他，可是他也对他有个眷恋嘛，就是离不开他嘛。就后来他那个王老太太一紧张就跑到客堂去客厅在那边，因为他是一个人住在那边他一紧张说一看那个遗照
那这是老公呢？老公的老公在窗户那边看我啊。就是我们王师姐的爸爸，以前是捕鱼人家嘛。所以呢，这个很不可思议啊，不是说你想来投胎就投胎啊。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啊，人来投胎转世啊，叫盲归一浮木啊，就在大海里面啊，一只眼睛瞎到的乌龟啊，刚好在茫茫大海里面啊，有一颗木头，刚好里面有一个孔，他刚好钻进去，还可以得救的机缘，就浮到岸边来。不是你想要来投胎就来投胎啊，对不对？结果我去他家送完地藏经以后，他就知道我家住哪里了。所以你往哪边跑啊？因果不空，就是这个道理啊。啊，结果他就真的到我家，因为我家的床铺的外面呢、啊，就是靠一个窗户啊，哈、啊。他就晚上住了哪个入梦，就跟这个一样啊。他叫他说到中山北路二段，哈、啊，去找一个李之北先生，石巷二十五号，他连门牌号码都讲出来了。我跟各位讲，各位，那个鬼道众生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不要像这样出声音啊，用意念。我讲过很多次，用意念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就像我们的王师姐的爸爸一样，他说：“你送地藏经给我好不好？”我第二天早上醒来，跟我师姐讲说：“哎，那个王某某那个师姐呀、啊，他的爸爸说来找我，说叫我送地藏经给他。”啊，因为他隔了几天我都没有反应嘛，我也没有马上去送地藏经给他，可能我一忙就没有送地藏经给他嘛。大概隔了两三天以后啊，他跟我太太入梦。他跟我太太怎么讲？他说：“拜托你跟你师兄讲，跟你先生讲，送地藏经给我好不好？”但是，我太太还没有跟我讲，他梦境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跟我太太讲说，王师姐的爸爸来跟我托梦。是他讲出来以后，我说啊，他两三千钱就来找我了。太太说：“拜托你赶快送给他了。”后来我就带莲友到他家去送地藏经了，因为他爸爸后来他死往生的时候，癌症受苦了，非常的难过嘛。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公案里面呢，那这个王姓夫妇两个梦境都一模一样。后来他们就告诉他一个彭姓友人呐、啊，也觉得很奇怪啊。那彭姓友人就跟他建议说：“那不妨试试看啊。”那王姓夫的这个奶奶呢，王奶奶这个太太呢，她就自己呢，啊，好奇，她想试试真的假的，她就雇了那个三轮车。早期台北市呢，那时候还没有计程车，不是很发达，都是人工去搭的那个三轮车。她就雇了一个三轮车呢，哈，她就到中山北路二段双城街石巷二十号去看，这真的是有个李之北这个名牌啊。吓得不敢下三轮车，赶快跑回去，叫他先生赶快来现场看，哈。然后呢，等到他王姓夫妇呢进了李之北家里以后呢，李之北也没有等他们开口就讲一句话了，他说：“哎呀，你们来得真好，我每天在梦中见到我朋友说，台北市有一位王姓夫妇要来他家的，把箱子拿走，你说闲不闲？”哈，那这个箱子的主人呢，就是托梦的这位鬼魂呢，他姓杨。那当时呢，他在托梦给王姓夫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王姓夫说：“你们用杨某某的名义去拿回这个皮箱。”他说呢：“我是在194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这个杨军呢是在国民政府厦门部队呢当军官。”当时我刚好都要撤退到台湾来说，他把这个皮箱交给我保管。那我们中间有通过两三次的信，后来厦门失守以后呢，我们音信就中断了。那现在他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这个李之北不知道他已经死掉了。但是这半个月来，我在梦中一直见到他。那王姓夫妇听完李之北的话，更觉得奇怪，说：“哇，这实在太神奇了。”那么李之北呢，就把这个
阳性金冠的寄存的箱子呢拿出来，为了启示大家呢，就把箱子打开，里面真的有新西装四套，美金100块，还有什么三十美的银元，跟王姓夫妇的梦境完全相同。他们带回来以后呢，就不断的觉得说奇奇奇，以后红伦便说这一段离奇的因果报应的故事。